少年就做你做到老，人生世事嘛已经看透透，有啥人比你较重要？看了我陈梦贤，就知影我是要来一段动感的啊！哎呦，尤其我特别为了这届动感的节目呢，我特别跑去健身房训练了好一段阵子呢。哎呦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啊，你是练多几？都为都为。不是啦，我主要吼，比如讲，俺即马食老爱啉老啦，安尼哪跳哪窜吼，跳到尾啊吼，迄白人拢走出来咧讲呢。梅姐，伊刚才的功力哦，伊即马的功力哦，你讲话吗？伊即马的，你可不可以？你在讲话吗？无，我唔是功力啦。你讲我听。无，我无功力，我无功力。伊讲食老爱啉老啦，伊都讲。无啦。我嘛才32岁，跟200几个月尔。哈哈哈！哦，这少年哦，少年哦。好啦。好啦。你有为着表演，你可以上健身房，所以你哪球哪跳，各拢袂喘，那你就对啦哈。讲是讲袂喘啦，啊，等下唔知喘到救护车才走来搞我载，我是唔知啦，安尼啦。啊，你要带来什么歌曲？我这次呢，准备我们电音舞曲，是由我们李吴兄弟帮我做改编的二姐的电音时代。好，来，我们欢迎陈梦贤。只有叫着伊的名字，看着伊的相片，日日夜夜望伊回来阮身边。敢讲阮的心情，伊拢无听见，为何永远回头找伊去？为何永远回头？追去，我滚从青春嫁入恁家，阮对少年就跟你跟到老，人生世事嘛已经看透透，有啥人比你较重要？把阮的一生献予恁老，才知幸福是吵吵闹闹。等待返去的时阵若到，我会让你先走，因为我会不甘放你，把恁祖母的财产拢开了了。我感谢天地，今世予我有一个爱你的机会。得到的也已经真多，我不是最后你要选的彼个。冷冷的风吹来，我的心痛乱乱飞。一声再会吧，已经无怨气。谢谢陈梦贤。